他去接小丽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喝完。小鹿，你穿制服？对对。怎么样？好。制服控。你看我手机吗？好。啊，谁用的？五万。那订了那个干贝到了。干贝跟花枝姜多少钱？1500才到。1440。好，小鹿，你可以说1500不用找了。我还杠吗？哇，好会杠哎、欸！好可爱啊，像制服好可爱哦。现在是制服控，原谅之吗？我的，还有二十。蟹炮，分给你两台，对吧？没错，我是波一，每周六晚上麻将直播，更多关于麻将的影片，还不赶快订阅起来？